在梦万中身下一子灵魂摇起来，故下日夜见孩儿寒思，幸亏后宫停了，送到兵阵去矣。啊，在这些岁月之中，宫上见到不不起立，你们该家不成，反倒实际挑水放休息，一计谋不到天命。
能开启俺衙内的通问么？我是谁可问人？不晓得什么通问。齐衙内他说是谁可问人？不晓得什么通问。你去对那妇人说，那通问是想与神郎受死，正凭玉器山上大计还了，这头人去赏与他吧。是阿伯人，俺衙内是头人是小，与神郎受死，今天已经在上大计还了，这头是赏与你吧。一头必一计，一计必一头。哦哟，还要讲理智？既然呢，那不能说一计必一头，一头必一计，把他带过来。是。阿伯人，俺衙内换你。是。Oh, my God.
人，我乃举举爱物之子，你上父既在兵之从军，两必在我弟弟掌下，待我回去禀报弟弟，军中吃也高挑，一差你上父出来，管教你夫妻完去，全月儿从远，你意下是何？苏大师此恩同在哪？下对天下谁能一辈？我是君，你这个君还敢把我
鲁大。哎，你干事是君，我女婿是君，他是当奴隶的金。什么时候啊？这里什么受难？起初派信扎东村，那就流离进逼。什么时候了？黄昏时候了。